卷毛黄真的是太馋了，看到什么东西都想要尝一尝。爸爸，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爸爸，能不能让我也尝一口呀？就一口，就让我尝一口就行，爸爸。带他出门时看到吃的，更是馋得连路都走不动。爸爸，你就给我买一个吧，爸爸，求你了，爸爸，就给我买一个就行，爸爸，我真的好想吃呀。哪怕是家里猫咪吃饭时，他也得要凑过去看看。你好呀，小猫咪，你的饭好香呀，我能不能尝一口你的饭呀？不可以。哼，真小气。行了，别在那眼馋了，给你吃这个纯粹的黑标脯肉鸭肉驴狗粮，这里边有11%的巨量冻干鸭肉粒、蛋黄酥、鸡肉丝、蔬菜碎，老丰富老香了，口骨吃的肉比他的饭可好吃多了，而且里边还添加了300亿益生菌，肠胃不好的狗子也可以放心炫。嗯，是挺不错。那个黑白花，你的饭能吃完吗？要不也让我吃一口吧。